新北市的各级机关都有设置育婴室，石门区公所的育婴室呢，则是粉色系的，里头许多的物品都是 Hello Kitty 的系列图案。石门公所方面表示，这间哺乳室除了具备满足哺乳者基本需求的设备和用品之外，提供创新的加值服务，以温馨粉色系、活泼可爱的 Hello Kitty 来让妈妈们哺育婴儿时能够感到更多的安全感。一进门看到的是粉色系的布置，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温馨。再仔细一看，里头有许多物品都有相当受欢迎的 Hello Kitty 的图案。其实这是位在石门区公所提供给民众使用的育婴室。虽然新北市在各级机关都有设置育婴室，不过在这里可是别出心裁，也展现出区公所贴心的一面。他一进来的话，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能感受到，这里面很温馨，很有趣，这样让他哺乳的时候除了安心以外，那心情也可以很愉快很放心。好，那我们哺乳室在去年也得到就是卫生局评鉴哺乳室的特优，那这个地方也非常欢迎我们的民众，有需要的话欢迎来多加使用。石门区公所表示，这一间哺乳室除了具备满足哺乳者基本需求的设备以及用品之外，更要提供创新的价值服务，同时以柔和温馨的粉色系、活泼可爱的 Hello Kitty 为布置主题，让妈妈们哺育婴儿时感到安全与放松，进而促进亲子亲善的效益。而这一间哺乳室里头的配备可是相当难寻找，就拿这一张粉色系的沙发来说，可是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当初我们在规划哺乳室的时候，因为粉色系的东西不是很好找，譬如这个沙发就找了很久。那我们之前人事主任特别用心那为了要找这些东西花了很多的时间那各位也看到，那包括这个墙壁上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贴纸还有这个时钟这些，还有这个垫子，都是采用这个 Hello Kitty 的主题的那这部分希望大家民众在使用上都可以很喜欢呢。石门区公所不断的精进服务品质，以设施贴心、母子安心、环境温馨的理念，营造亲善哺育环境。更曾经在去年新北市卫生局哺乳室评选计划中，在195个受评机关中脱颖而出，获得特优的殊荣。而哺乳室内不仅是设备齐全，将整个哺乳室的空间以及设备，包含窗帘布置，都成为粉红色系，并且贴有可爱图片，还有准备轻柔的音乐，可以使宝宝缓和情绪，让妈妈们在里面哺育时觉得安全又舒适。记者许端毅石门采访报道。